菜刀，洗得干干的，洗得干干的，洗得细挺，虽有几处。这里又受到泽尔的影响了，规模是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。这里碰到了泽尔，那这里又碰到泽尔就走偏了。规模，哦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右边都过不去，这边都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过不去哦，这边是过不去的，因为全部一条折痕在那边。规模锁，所以一样，这里根本过不去，遇到折痕还掉下来了一点，这是折痕的影响。这里硬要穿透过去，所以就变形了，然后碰到折痕又变形了，所以这边全部都是折痕的关系。锁舍，上面短，上面紧，这里也是折痕，所以变直线哦，这边变直线带起来。这边硬要穿透折痕，所以就变形了啊、哦！这边还是有折痕，信，这个信写得很窄，为什么很窄？因为它旁边有折痕，这边有折痕。信书，细的，碰到折痕，木，碰到折痕，变细。前已经没有空间了，所以它写的细细的、扁扁的，连到最后一个字，它还往上带。